就借今天这个机会，这个场合，我说你两句。你不要仗着你喝了几年的洋墨水，就把老祖宗给忘了。金山哥，啊，这个假洋鬼子早就给教训教训他了。这炸药和雷分得清楚吗？分不清啊！你，我跟你们讲，我罗富贵自抗日的战死，从今天开始，谁要是再叫我假洋鬼子。 我跟随即，哎呀，我好怕呀！你跟谁急？你敢跟我急，我收拾你戏子，我弄把炒豆我打他满梨花。你，哎，假洋鬼子，你要是真敢欺负亮亮，我真去弄把炒豆了啊！金山哥，哎，饭做好了，好酒好菜，走吃去。啊，喂。 哎，大力有炒豆没有啊？哎，有有有，炒起来！哎，走吧，走走走走，走。嗯，你习惯了啊？天天习惯了。嗯，你习惯了啊？ 天天习惯了，慢慢习惯了，天哪，天习惯了。天，赶紧说说怎么回事儿啊！我跟你说，你说。 你还瞪着我，啊！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长点记性！
你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，你知道吗？你把我好好的完美的一次行动你给破坏了。你不该插手的事情不要插手吗？不就这一次失利吗？至于对我恼羞成怒吗？你说的轻巧。乔以山，我跟你说，这一次就算我不来的话，这个行动也不见得会成功啊。战前准备不够充分，刺杀地理环境不好，没有后援接应，这三点加在一起足以证明你们是一个非常业余的小团队。业余？对，可以这么说。这么过分的话你都说得出口？你看看我们哥几个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本事，那你倒是跟我说一个专业的呀。苍天有眼呐，没有让我娶你这么一个母老虎当媳妇儿。朱议员，朱什么议员呢？我要是把你这个姑奶奶娶回家的话，我早晚会被你气死。你啊，张小慧，你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是男人的克星，回见不，永远都别见了。等等，等什么等？我有话要说。不等了，我见着你我就倒霉，我见你一次我倒霉一次。再见，不见了。小慧姐，你别太在意啊，他就是这人。这个人，他就是个粗人。张八路，他打小就是少爷脾气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多担待啊，多担待。你们干嘛呢？这是一人一句，说导词呢？你说点有建设性。可别建设了，那是个顺耳。你消消气。怎么还把您给惊动了？听说乔吉山打到你家来了，几个小毛贼前来骚扰，被我平息了，没事了。从现在开始，嗨，皇军昼夜在你家站岗，在你没抓到仇人之前，不要离开这里。嗨，这不软禁吗？闭嘴。什么软禁？太君。我得明白，你是来保护我们。你弟不高兴吗？没有。太君，我的意思是，如果您来保护我们，乔继山就不敢来了，我就没有办法抓他。其实，我早就想好了一条，生擒活捉乔继山的办法。你弟有什么办法？您是中国通，想必您一定看过《西游记》，您一定知道真假猴王。你大难临头了，还这跟我说什么真假？报告太君，你还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让我实行我的计策，一个月之内，我肯定抓住乔继山。皇军十天就抓住乔继山，那我七天就可以把他逮到。那我就给你七天。嗨，抓不到乔继山，你一辈子不要离开这里。我就明白。开路。有本事跟八路来劲，在我这儿耍什么横啊？当家的。什么真假猴王啊？又是缓兵之计？不，我这是出兵之日。六子，哎，上街弄点好酒，我要上等的好酒。今天
我让你大开眼界。子然哥，不能乱发火。那说到底，小慧姐也是为了你好嘛，对不对？对个屁！多么完美的一次行动，我精心策划的，就差一枪毙命了。唉，也是那老东西，命不该绝。咱以后有的是机会啊。亮亮，机会是有的是，那也架不住人来一次一次、一次一次给你搅和吗？怎么哪儿都有你呢？首长交代给我的任务还没完成，所以我还得搅和。八路军的英雄好汉我见得多了，我真没见过你这种的战花。我告诉你啊，要是你在八路一天，我就不参加八路军。你干嘛这么固执啊？我就纳了闷了，你们八路打鬼子，我们也打鬼子，干嘛非得搁一块儿啊？小慧姐，强扭的瓜不甜，就别烦他了。那没根儿的瓜还得蔫呢，我这是在救他。我是说实在不行就别往一块儿，我们这不干得挺好的吗？干得好才有危险呢。什么叫危险啊？你说说看，什么事不危险？老母鸡下蛋不危险，好玩吗？亮亮，我跟你说呀，咱们跟他没什么可说的，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共同语言。不说了，走，准备出发。跟他没什么可说的，走。我受你爹之托，你不可以拒绝跟我说话。张干事，有什么话您说。抗日是个持久战，如果你们这种硬对硬的话，根本就打不了鬼子。我劝你别把自己的火气当勇气，别把你的幸运当能耐，这几个弟兄的命都掌握在你手里呢，希望你懂得轻重。您的话我都记住了，我自有分寸。告辞。我去，老拿我爹吓唬，讨厌到。大娘，这什么路子？哎，兄弟们，停下，停下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让这位小兄弟开开眼。放你！过。身手不错啊，请教名讳。老衙门名讳。哎呦，行啊，瞧这点出息，没见过这阵势。来，给兄弟们倒上酒。哎，六子，给我也满上。兄弟们，任务都明白了吧？知道了。只许成，不许败。是。是。干。干。干。谢谢。今天哥几个在县城里边随便的玩，但是不能暴露身份。是是。下去吧。谢谢。是。哼哼哼。二叔，嗯，您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六子，你想一想，如果有一支假的锄奸队，在这城里城外满世界的为非作歹，声名狼藉。那还不难把乔继山气死啊。你想到那时候八路还能给他好脸的吗？
假锄奸队。二叔啊，这就是你那真假猴王之计？你说呢？哎呦，给二叔在满上。吉仁哥，咱们下面去哪儿干他一票？要不要伙计？这县城是不能去。谁说县城不能去了？老子偏要去县城。亮亮，你现在立刻进城一趟，摸一摸钱玉坤最新的动向，顺便查一下附近的据点，尤其是马庄炮楼。嗯，我这就去。哎，赌场千万别去了，你要是去的话呀，你就不要再回来见我们了。知道。嘿，走吧。再借我一点钱好吗？我哪有呀，我用了堂里头20多块大洋，我还没还上呢。对你来说还不简单吗？再去一趟赌场就200。啊，我吉山哥不让我去，他又没长千里眼，是吧？你要钱干什么呀？哦，你要给那个戏子送礼是不是？哎呀，没有就算了。哎，不过你能不能再帮我送束花给他呀？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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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恶心死了。哎呦，姑奶奶，我求求你了。大姐，大妈，大娘，大美人。可以考虑。哎，四爷，坐。来，什么瓜？哎，一点都不甜。给钱，哎，给钱。是。钱啊，你。是。啊。哎，包子，包子。去东莞。走。卖瓜喽。来，走开了，快！开了，来一点。哎呦，各位大爷，我们是小本买卖，贺吉生财。少废话，大爷，我就是来赌钱的。先听后压。买定离手，买小13点大开动，346 13点大，你的你们是一伙的，耳朵不好使，逞那能，行，我要跟他单来。来呀，下注。这也就是我下的注，赢了归你，端茶送水给你当丫鬟。你的注太丑，不稀得要。嘿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狼牙锄奸队的。哼，敢冒充老子名号，给我拿下！慢慢说。有人模仿咱们锄奸队，也是4个男的1个女的，他功夫特棒。在哪儿啊？就在那县城那赌，刮过摊儿，他们吃
了西瓜还不给钱。你怎么知道他们是模仿我们？我跟他们，我觉得像。你觉得像？一惊一乍的，说点别的。哦，那城里现在戒备特别森严，到处都是鬼子。城外附近那个炮楼加了双岗，现在攻打马庄有难度。马庄有问题，那咱就端了杨各庄的炮楼，杀杀鬼子威风。那是匹夫之勇，简直是送死啊！呸！假洋鬼子，没这个胆就别凑这个热闹。哎，纪山哥，现在小鬼子势大，咱们就应该避其锋芒，不能硬拼。不杀鬼子，我憋得难受。憋得难受，你上那后山打点山鸡野兔，大家改善一下伙食。哎，这主意好啊！哎，晚上就吃野鸡炖蘑菇，咋样？行，我这去打野鸡去。怎么说风就是雨呢？见到人没？今晚张各庄张老财家唱堂会。操你个嘴！什么花儿紫？什么花儿郎？什么花的娇？什么花的长？什么花的粉？死鬼，到哪都能让你给找着。哎呀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里来的。我跟你讲，现在日本人啊在通缉我呢，所以我现在不敢去啊。还好啊，我离这里住的比较近。哎，你住哪呢？一天神出鬼没的。我，你先叫我进去，进去再跟你讲。不行，不说别想进来。这是军事秘密啊，不能讲的。我知道你信不过我，不说算了。哎，不，我讲，我还是进去吧。先说，我说不能进来。还有，你们一共有几个人？还打算干些什么？姑奶奶，你这不是成审问犯人了吗？人家是担心你吗？你看，这我就更不能跟你讲了。我要是讲了，你为我担惊受怕，那多不好，是不是？不说，算了。啊！哎，陆公子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！哎，那边，那边，来，谁呀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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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亮亮。亮妹妹，哎，纪山哥啊，你笑我啊？啊，我跟你说件事儿呗。啊，出家贼了，你知道吗？是罗富贵，我收拾他去。你呀。你还往罗富贵的身上扯？这关罗富贵什么事儿啊？啊，亮亮，你不要把什么事情都往罗富贵的身上扯，跟他有关系吗？啊，这金库是你保管的，谁管我找谁？
哪儿去了？可为之，不可言之啊，不可说，不可说矣。夜不归宿，肯定干什么偷鸡摸狗的事儿了。嗯，你的衣服。你是没有来得及去赌吧？啊？早晚把你手剁了。都在这儿呢。纸多不少。你呀，这是军饷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知道错了，但你不能剁我手，你把我手剁了，以后谁替你打枪啊？你说什么呀？我什么都没说。我告诉你，你要长点脑子，不能让那个张小慧整天在背后说咱们是散兵游勇。罗富贵，哎，罗富贵，来一下。什么事情？哎，告诉你啊，啊，从今天开始，交给你了。啊？啊？我不跟他，不要我了。强扭的瓜子不甜的呀。你们俩说什么呢？来来来来来，我是说，这个交给你了。哦，好的呀，好的呀。从今天开始，嗯，你全面替代薛亮亮的工作，一会儿呢，去王庄打探一下炮楼的情况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来，走。几位爷，我们家就是个穷兵，真没钱呀。那家里不是有口猪吗？那猪是留着卖钱给我家瞧病的呀。瞧什么病啊？哎呀，住手！我跟你们拼了！媳妇，这小娘们有点意思啊。长得不错。小子，猪不要。我要你媳妇儿！你们这帮畜生！你们这帮贱人！你们这帮死亡村，这个死亡村的炮楼里面啊，有三个鬼子，七八个伪军，还有一条歪把子。这个炮楼呢，离县城大概有27里地，只要我们动手快的话，在鬼子到来之前，我们肯定能全身而退。那还怎么说？就冲这挺歪把子，咱就得干。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啊？你就知道干干干，你跟我这么多年一点真东西没学会。现在这炮楼里附近什么情况咱们什么都不了解呀。嗯啊，这样明儿啊咱们去趟王村，找给这个炮楼送菜的老乡，咱们化妆成老乡进去摸摸情况。老人家，真的是锄奸队把你儿子儿媳妇杀了？嗯嗯，八路军专门为老百姓说话，我求你替我儿子跟儿媳妇报仇啊。啊，哎呦呦，老人家，使不得使不得了，你先起来，你先起来。老人家呀，我们团长现在不在，我这也啊，出现的又来我们村闹事，又来了。对啊，警卫连集合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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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是狼牙锄奸队啊！哎哎哎哎哎！喂！哎！
怎么回事？我们长得很吓人吗？老大，这里面肯定有蹊跷啊！看看去。知道你在里面，你跑什么呀？你出来，我有话说。你就当不开门，你吱一声啊！再不出来，我砸门了。我们家就这点东西了，不信不信你们进去搜搜。兄弟，我们不要你的东西啊，我们就是想问问，这整条街的人见着我们跟见了鬼似的，为什么呀？别怕别怕啊！哎，你有什么说什么，我们真不是坏人。哎，说，你们真的不要？你要你东西干什么？不要。那你们等一会儿啊，等一会儿。走，跟我走。哎哎，好。杀人子，狼牙锄奸队。哎，老大，你奶奶的，这一定是钱玉坤干的，栽赃啊！他是想坏了咱们的名声。二人家，你看看是不是他们杀了你儿子和你儿媳妇？是他，就是他。嘿呀，二人家不用害怕，有八路军替你做主呢。好，你个昏头，你替谁做主？大虎连长，你这么多人拿着枪指着我们，你有什么权利？啊？谁给你这个权利？给我们断案呢？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话说呀？什么叫人证物证俱在？啊？你看看这位老人家，这位老人家已经被吓得是六神无主，单单凭他这几句话和那墙上那几个字儿，就能证明人是我们杀的吗？不可能是有人栽赃吗？啊？就是。对呀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人命关天，你可不能乱讲话呀，是吧？哎，这件事情我会查个水落石出的。查清楚之前，你们得先跟我们回去一趟。老子不是你的兵，我凭什么跟你回去？就凭我手里的家伙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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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枪都给我放下，放下。哎，这好歹有个明白人了。老人家，你看清楚了，是他们把你的儿子杀了吗？好像这个人比那个人又高又瘦。哎呀，哎，老人家，你可得看仔细了。那个人他自己说他叫乔继山，是他把我打晕了呢。还乡亲们，这事儿绝对不能马虎，你们都仔仔细细的看清楚了，人到底是不是他们杀的？不是吧？这个女孩比昨天那个漂亮多了。哦，你看，啊，对对对了，我还咬了那个天杀的一口呢。老人家，咬哪儿了？咬右腿上了。小启山，你把你的裤腿挽起来给大家看看。不，我凭什么要把裤腿卷起来给大家看看？我就不。
你是心里有鬼，不敢给大家看吧？大虎，你把话说清楚啊！如果说老子今天把裤腿卷起来没有伤，你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我磕头谢罪！别争了，这里面肯定有误会。乔一山，把裤子卷起来。不，我凭什么听他的？咬的是这儿吗？是，看清楚了。哎，这确实没有啊。乡亲们，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，给大家一个交代的。不劳你们八路费心，各位兄弟，各位乡亲，今天这件事情，我们五个人一定会查清楚，给大家一个交代。多谢了。就他那三招两式，我是了然于胸啊！但是今天这件事啊，多亏了，是吧，亮亮？啊，对，那个小慧姐，谢谢你啊！你看今天多亏了你帮我们解围，不然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呢，还。就是。我相信你。对嘛？你看我们打过那么多交道，你是了解我们的哈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件事情啊，我们一定抓住真凶，给你一个交代。你还是等着我们把这个真凶抓住了，还你个清白吧。嘿，还较上劲了？打个赌。赌什么呀？要是你们先抓住了真凶，我跟你们道歉。但要是我们先抓住了真凶，怎么着？参加八路。赌就赌。壮士，对不住，真对不住你啊！你可千万别这么说，完全是误会啊！不过啊，明天啊，把那个军饷换成银元，给村里的乡亲们分了。好的呀，仗义疏疏财呀！各位乡亲，就此别过。走都不来看人家，我也想来呀，可是我总不能空着手来吧？给你看样东西，大大财啊，真好看啊！师傅，你最好是坐下。钱玉坤。这个物件很眼熟啊，这是我们老钱家的。弟兄们，看见了吧？我手里这是200块现大洋，谁能活捉乔继山，他
他就归谁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，是左转，进入走。严四，嗨，你这是去哪？我接到密报，出城去抓八路。让皇军先过好不好？啊，嗨。抄小路，抓紧，快！Yeah.